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云又下大了，我们机器人最怕水了，一进水我们就会断电、宕机、短路，怎么办呀？没事的。你不去，我去。哎，你疯了！喂，夏娃，你不是说出去就会短路吗？你这么出去是想去自杀呀？那亚当呢？亚当怎么办呀？我管他怎么办，我只管你啊。你看，你去啊，你的下场就是这样。你不喜欢他，你买他干嘛呀？亚当，本来就是我买错的机器人，我买错了，后悔了。不想要了。对你来说是没问题，可是买了终归是买了呀。就算你不喜欢了，你也不应该遗弃他呀，多没有责任心呀。在我心里，阿宅一直都是一个特别善良、特别有爱心、特别有责任感的人，太让我失望了。我只和亚当在一起，他在哪儿我就要去哪儿。夏娃，你快回去啊。我不，我要去找亚当，亚当在哪里我就要去哪里。好好好，你快回家，我去找他好吗？真的，我保证。你快回去吧。拜托了。把门关好啊。